手机，自拍的时候需要比哪一个手势？ A 赞， B 比鼓，C 比耶，是哪一个呢？好，我要数了，预备，三二一，哇，是谁？是谁？这个衬衫，衬衫的比武，比武。是我们三星的新粉应该都知道，其实如果你今天要自拍，打开手机比一个五，你就可以自拍的，好不好？好，我马上呢，紧接着第二个问题是，好，请问 Galaxy Watch 四没有推出哪一种表面的大小？ A 38， B 44， C 46。比较难一点，对不对？我看看谁是新粉哦。好，来。是谁？是谁？38，没有38，没有错，请我们收对耶！然后很厉害，因为我觉得这题有稍微比较难一点，有难度一点。然后紧接着下一题，请问 Galaxy Z Fold 3多重视窗最多能开启几个分割的视窗？总共五个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分隔视窗，三个，好啦，三个，好，因为我要跟大家讲一下，我们是可以开三个分隔视窗，加上了五个悬浮视窗，所以总共你可以开到8个视窗，意思你今天用手机，你如果这波也没有没有超级无敌忙大事业，你可以开到8个 APP 都是没有问题的啊！如果不相信，待会直接进去里面来试试看，好不好？